你知不知道我们原初在温哥华一共几家店？三个吧。其实我们有九家店。Okay. Yeah. 然后你能不能说出其中两到三家的店名？City Square, Richmond, and North Vancouver. 对的，对。然后第二个问题是，你在我们原处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产品？这是我第一次在这边，对，所以还不知道。可是东西我都蛮喜欢的，看起来我会在这边蛮多的。好。有什么你看上去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吗？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在这边买，在别的地方买不到的。就从中国带来的东西在这边就可以买得到，不用去很远买的。对对对，从一开始到现在就给你整体的感觉是怎么样的？很干净，很干净，很干，全部的东西都看起来蛮好的，跟 high quality。刚才再看一看，还有很多人过来问需要不需要帮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比较温暖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好好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